谢谢，然后谢谢评审给那的力量，不论这张专辑非常大的鼓励。真的没有想到，是因为在今年的专辑里面有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的作品，对。然后一直到后面听到是的力量，其实全身都麻掉了，对啊。然后很感谢评审给予我们这样的肯定，这样。那这张专辑呢，这张专辑里面参与的人呢，其实只有我一位是原住民，里面有很多的族群，有客家的，我们制作人有客家的，也有我们汉人，还有闽南人，还有很多都参与在里面，所以这张专辑是台湾的专辑，很有力量的一张专辑。希望真的很感谢很多人的支持跟鼓励，还有很多人给我的祈祷，这样，谢谢，非常精彩的一张作品，谢谢。有参与的制作人要不要说些什么话？非常谢谢，就是做音乐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家庭，我们一起彼此很紧密，所以很谢谢我们的音乐团队，然后一直不断的沟通，然后让我们在音乐的发展可以更广，然后也可以跟不同的族群，包括跟世界各个地方的音乐家一起合作，做出很多不同很难定义的风格，所以要谢谢我们这些音乐制作团队，谢谢。来，桑布一还有没有特别要介绍哪一位？有另外一位制作人。桑布一比较有机会带着他的音乐到世界去旅行，然后去分享。那希望可以借着这张专辑，然后疫情过后，真的可以出国，将台湾最棒的音乐人，所有的参与这张专辑的音乐人，还有桑布一的音乐带到全世界。谢谢。所以这边特别谢谢我们的林强老师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对我们的音乐的鼓励，然后还有来自满洲的阿嬷们，谢谢你们在专辑里面的给我的力量，这样。然后谢谢还有 baby 老师钟启明老师给这张专辑最大的鼓励，最大的力量就是 baby 老师在这张专辑他非常大的，对。还有谢谢我们专辑的制作统筹 Jerry， 对。还有在专辑的行程当中，还有我们的子敏，对，谢谢子敏。还有唱片公司蜂巢唱片公司，谢谢一直在捧我的专辑，然后一直在，对啊，谢谢蜂巢，还有谢谢很多谢谢。台上还有两位，这位很急啊，说你一直还没介绍到他们，还这台上还有两位，是。虽然没有得到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可是我觉得跟可以回应桑布里专辑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那音乐很棒，那谢谢桑布里。谢谢，很开心，谢谢，对不对？好，从音乐真的得力量，哈，得力量。很荣幸，就是我们可以志同道合的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情。那从制作到得奖，然后到接下来的庆功宴，都是我觉得一路上都是算是很幸运，因为我们做喜欢的事情还能得到祝福。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我们是最幸运的人了。谢谢大家。太好了，来。桑布一常常在讲。就是因为台湾有这么多不同的族群，这么多不同的文化跟语言，台湾才会这么美丽。同样的，在音乐的世界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音乐、不同的乐风、不同的语言，也希望大家能够花一点时间去欣赏、去听不一样的音乐。谢谢大家。是，所以我相信呢，得力量拿到这个年度专辑，绝对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然后也是相当的被肯定，对不对？再次恭喜，恭喜得力量，也恭喜桑布一，谢谢。